你要选的 PK 的对象是谁？你要选谁？请问一下，你今天要选谁呢？美人鱼。美人鱼。我今天想选美人鱼。美人鱼。美人鱼。我会选第三，第三轮。你们哎、欸，你们瓜牛跟美人鱼，我只能说你们两个是先大家最看你们没有的两个。对对。他真的没有想象中这么容易被 PK 下来。雪儿轻颤，痴儿退缩，谁丢出这个复杂无解的习题？赤裸里囤积许多错误，尝试睡去，习惯跟着表格前进，忘了发芽的空白也是片天地，有时孤独也是种幸福，不药而愈。你的过往我停止剪掉自己，字里行间沉几年好多风趣，从来没人能完美阐述，得到总和对我来说仍然美丽，也不妄想能找出证据，谁爱着谁出版成品，我们被告知错误始终，毕竟你先睡去，只有我醒着，逐步解题。好可爱呀、啊！几岁？你几岁？我现在十一岁。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你的面罩好不好？面罩底下是什么样子？欢迎小树兰，你好，你好，嗨，好。你叫什么名字呢？好可爱。我叫夏天。夏天。嗨。请问一下 ，Summer， 你要选的 PK 的对象是谁？美人鱼。Mermaid。Summer vs Mermaid。 Oh, oh, hey, yeah, 就当不知道失败会是怎样的重量，这小小的舞台有我大大的梦想，还有你陪伴的目光，看我不迷失方向，为你而闪烁的模样。说的模样，嘿耶！我会投给美人鱼。哎，长不一样哎。老师好，我叫罗文燕。哈？来自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的朋友，没关系，放轻松。你为什么紧张？怎么了？你会？我怕这样多人面前唱歌。那未来你要开演唱会怎么办？所以我就要慢慢习惯了。可以可以，你可以慢慢习惯的，这是你成为巨星的第一步。我们先面对这些人，我们之后慢慢的面对更多人。你要选谁？美人鱼。美人鱼，今天被挑选的第二次哦。碎吧碎吧，就让它破碎吧，趁着伤口还没有那么大。碎吧碎吧，就让它沉睡吧，醒来之后就不要再见。这一次里面的话，我还是只能选美人鱼。没问题，加油！
继续加油。那这个回合我们还是恭喜美人鱼还是留下来了。嗨，你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只可爱的小熊的真面目。嗨，你好。Hi. 请问一下你今天要选谁呢？我今天想选瓜牛。是不是瓜牛？好，瓜牛吓死他。我今天想选美人鱼。美人鱼，美人鱼，我选第三，第三轮。你们哎，你们瓜牛跟美人鱼，我只能说你们两个是先大家最看你们没有的两个。对对，他真的没有想象中这么容易被 PK 下来。好，美人鱼做好心理准备。因为孤独的重合，所以相处了。因你有起伏的感受，即使不能拥有，我们是孤独的总和，所以相处了。因你有起伏的感受，怎么挣脱？我还是选美人鱼。美人鱼目前一票。美人鱼。美人鱼两票。美人鱼。美人鱼三票。恭喜美人鱼再度蝉联卫冕宝座。